2016年对英国人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举国上下从四月开始就沉浸在一片欢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大寿的愉悦氛围中。巧合的是，风靡全球的漫画主角小熊维尼自20年代问世，今天恰恰迈入90周年，碰上女王诞辰，小熊维尼特别推出一系列加入了英女王和曾孙乔治小王子元素的新故事作为献礼。这份巧思对素来喜爱小熊维尼的英女王来说，还真的是非常棒的礼物。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欢庆90岁大寿，英国全民普天同庆。而同样在今年迎来90岁生辰的英国著名漫画小熊维尼也隆重起誓推出新书庆贺，内容加入英女王和乔治小王子，非常逗趣。Murmur rose up. It's the Queen. The Queen is coming. And she was greeting the crowd as she went.新书故事主要讲述威尼与罗宾、小猪、驴子等角色浩浩荡荡到伦敦白金汉宫为女王祝寿。小熊威尼抵步后亲手将花束献给女王，而小猪则把红色气球送给可爱的乔治小王子，几个超萌角色完美呈现温馨画面。So the Queen and Winnie the Pooh are connected because not only do they share a birthday, but in 1926, a few months after the birth of the young princess, the baby princess Elizabeth, Milne dedicated Teddy Bear and other songs from when we were very young to Princess Elizabeth. We're told that the Queen is a big fan of Winnie the Pooh. 英女王真正的生日落在4月21号，但官方的庆生活动安排在6月11号。而小熊维尼出版社一番巧思，以超人气动画主角来为女王祝寿，让女王和曾孙子两人同台迎接萌翻天的小客人，光是想象就足以令维尼粉丝期待不已。